吹过，透露谁的寂寞。岁月悠悠，爱恨交织难说。流光似水，笑我不懂情深意浓。错过的爱，谁来挽回？几番风雨，忘不了你的泪。他离的梦，深锁一生的情衷。繁梦无数，都是尘土。再没有谁能走进我心深处，痴情为你，炽热的爱已烧尽，痴情为你，只剩一杯我所有，痴情为你，最近刺痛谁能懂，回忆伴我东奔西走，应该嫁给我。那你要嫁给谁？你就算嫁给方俊，也总比嫁给我好。这是我妈的看法。是伯母的看法。那你的看法呢？你认为我应该跟方俊结婚？这对你好，对所有人都好。你确实为所有人都考虑过，包括你自己。明天中午，你请方群到我们家来，我会做个决定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去的。什么？不是你陪我，是我陪你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先不要争这个，反正你的心意跟过去我都知道，我只告诉你。我们会相机行事。什么话嘛，都老朋友了，扮什么角色都无所谓了。好，我会带他去，再见。真的要去离家招亲啊？怎么可能呢？他们是在斗气，我们去劝架吧。我们？我也去啊。是啊，你就充当罗振迪的伴，顺便也可以监视我。不要说的那么难听好不好？我还真怕到离家去吃这顿饭。为什么？怕黎夫人在菜里下毒啊。想不到啊，会这么好，咱们的女儿啊就要订婚结婚了，太太，你真的是很能干的啊！女儿的终身幸福，做母亲的能不操心吗？大嫂，开门了。哦，来了。龙先生，这里。谢谢。
小薇，客人都到喽。喂，今天你好漂亮啊。是啊，我已经是准备结婚了，就是不知道新郎是谁。罗胜平，昨天我们两个人说的话，就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。现在，我想让所有的人都知道，这决定是你提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他说的是，为了所有人好，要我嫁给别人。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。是你痛苦还是我痛苦？我们不要说这些。小薇，你也知道方俊是一个很好的人。陈婷，玩笑归玩笑，正经归正经。我跟李小姐，请你不要讲话。罗胜平，回答我，是不是我跟别人结婚，问题就可以解决了？你知道只有这个方法。不要讲废话，让你回答我，是还是不是？是。我跟别人结婚就可以了吗？李小姐，你不要说。时间，我今天要宣布，我要嫁给你。这句话我已经等很久了。去找我到那边啊，盛婷，盛婷，盛婷，你找到没有？今天真的是做梦，我都没有想到你会这样做。我真的是太高兴了。我真的，我想让全世界都知道，我想让全世界宣布这个好消息，你属于我。最后你一定会属于我的，师姐。师姐，我想，
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在想，要有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。这个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照你的意思去做。我还会让你穿最漂亮的礼服，最大的排场。李维，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？我说过的话，我一定能够做得到。这两天我们好好计划，计划的越周详越好。李维，我真的很感激你，你让我恢复了自尊，给了我自信。在这段日子里，你知道你给我的折磨有多深多痛，我都强忍着，我就是等待这一刻的来临。李薇，当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，你知道你给我的影响多大，你改变了我的一生。李薇，我觉得我很感激你。各位赞不赞成我这个计划？赞成，赞成，赞成，我们都赞成。赞成什么啊？来，彩排今天好累，大家多吃一点。坐坐坐坐。我刚刚跟他们讲啊，我由我们的剧团呢多编几个街头剧，然后到各地去演出。街头剧？对啊，这个啊不需要舞台，又不需要背景，到哪都可以演出。哎，那不像街头耍把戏了吗？哎，这不一样啊，我们卖的啊是抗日的精神，抗日的思想，我们要唤起中国人所有团结一致的心啊。哎，对，到处演那不是很苦吗？哎，这点苦你都吃不了，这个日本人打到南京来，那个苦日子就更多了。也许日本人不会打到这里来啊。哟，小姐，你还在做梦啊？日本人啊，从9.18事变到这个1.28事变啊，他们扛着炮，带着机关枪打到我们中国来，你以为他们是来郊游吗？不是，他们是来侵略。侵略的野心是永远不会满足的，你懂不懂？哼，我不懂，你懂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抬杠。我觉得这个事情啊，要随个人意愿的，爱国嘛，要爱的心甘情愿嘛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心甘情愿。我看他是心不甘情不愿，他绝对不会参加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偏要参加给你看。哼，我就知道吧，夫唱夫随。我怎么样？后面停。哎，我接个电话了。走。好了好了，坐下吧。哎，陈少啊。好，对，有在。少凡，电话，来，陈导。喂，陈导，我古少凡。哎呀，我不知道。好，没关系，这个事情我要办哈，你不要急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没事。哎，罗志明，不见，陈导急得要死，我们大家分头去找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嘞，好，我们现在就去，快点，快点，我们分头去找，快点。小薇今天的决定是在赌气，是在故意刺激罗胜平。哦，我怎么没看出来呢？是真的没看出来，还是故意装糊涂呢？
你不要那么敏感啦。如果小薇不是真心的话，她也不会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亲石杰了。我知道我们的女儿虽然思想开通一点，可是她行动啊不会那么大胆的。这正是我担心的地方，太反常了。白云呐，你不要再节外生枝了。这阵子啊，素白的事情好不容易解决了，现在小薇呢又有了很好的归宿了，你还不满意吗？如果这个结局真的是好，对小薇是幸福的，我当然是没话说。但是小薇……什么但是如果？你不要满脑子的非要一定以为小薇嫁给罗胜提才幸福。那你也不要以为小薇嫁给宋时杰就解决一切问题了。我不要你拿女儿当牺牲品，害了她一辈子。你跟小薇啊一样啊，都是满脑子罗曼蒂克，一点都不实际。你们的耳朵啊已经被她的情深给迷住了，连带你们的眼睛啊都快要瞎了，看不见实际的情况，你们还在幻想，还在做梦。对，我们是在做梦，也请你理智地想一想，是女儿的一生幸福重要，还是跟宋家合作生意重要？哎呀，吴少爷，你可回来了！怎么样？有没有打电话回来？没有啦。那你常陪他去那几个地方到底找过了没有？都找遍了。什么朋友嘛，真是害我们这么多人替他担心。哎，他们还没回来啊？没有。哎呀，我们两个骑脚踏车大街小巷找遍了，就是没看到他们车。哎，我看啊，我们还是报警算了，南京这么大，光凭我们几个怎么找？对，这是唯一的办法了。不行啊，万一他没事回来怎么办呢？好了，明天报纸登出来他失踪的消息，这不是个大笑话吗？哎，奇怪了，他今天跟方俊到李薇家到底是干什么去了？发生什么事啊？罗胜提到现在还没回来耶。李薇啊，你到底是说个话嘛？你说话啊。李薇啊，你是不是跟罗胜提吵架了？没有。那你知不知道罗胜提他现在人到底在哪个地方啊？我不知道，谢谢你打电话来告诉我。再见。谁的电话？是你。这么晚了打电话来，有什么急事吗？没有。你别骗我，是有关罗胜提的。妈，请你不要在我面前提罗胜提三个字，好不好？从现在开始，我不要再听见这个名字，我的脑子里永远都不要再有这三个字。忘了他，
想到也做不到，对不对？我恨他。这封信务必要交给张先生，绝对不能有任何的差错。我知道。还有，你告诉他，我已经按照计划在进行，该搭的线也都搭上。那恭喜你啊！恭喜还太早。谁呀？我，孙天。哦。哎，孙天。这是我香港的一个朋友，我们再喝两杯，一起喝。好了好了，我喝醉了，我不喝了。你有朋友吗？我先回去。那也好，我们改天再喝。好，小心点啊。你这何必？何必？哎，干什么？哎，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？你是我认识的罗胜提吗？当然是。你看清楚，懦弱、无能，我连我最心爱的东西都不能保护，我就是罗胜提。哎，你怎么会说出这种话呢？你让我太失望了。失望？何必呢？你知不知道，你对我失望是没有意义的，因为我对我自己已经很失望了。你，罗胜提，这一巴掌我早就该打，我早就不应该把你打醒。如果你是为了男女之间的私情而变成今天这个样，我绝对看不起你。你知道林薇要嫁给盛祖。送时间吧，这已经不是新闻了。知不知道，如果她嫁给了宋时间，要吃多少苦头？我怀疑你是不是男人。你看着林薇对别的男人又亲又抱的，而且要嫁给别人，你居然会无动于衷？只怪我比不上人家。什么叫比不上？是你根本就不想跟人家比。你为什么要半途而废？你为什么把林薇让给宋时间？你简直是混蛋！你为什么让我做你的傀儡？我只是希望李薇跟你一起会有幸福。你今天的表现已经把你心中的秘密给泄露出来。你跟李薇的关系我早就知道，你有多爱李薇。我之所以当时不拆穿你，是因为我站在朋友的立场上，我想帮你一个忙，替你解决难题。谁知道会到今天这个地步？不过这样也好吧，这样子不是正好解决你的难题吗？李薇她现在有了归宿。你对他不必再有负担了。这算什么归宿？你也知道宋时间是个怎么样的人呢？我知道，他是个公子哥，家世不错，他跟林薇正好是门当户对啊。怎么，你不认为吗？你说什么，邦俊？我说的是实话。林薇今天的表现，你难道看不出来他是故意在气你？我相信，只要你肯开口，他一定会回到你身边，你跟他才是正恰当的。你明知道我不能这样做。好，既然你做不到，那你就成全他。不过以后别再自怨自艾了。这样就害了你，我会内疚一辈子。王俊，我知道你骂我骂得很对，我也不怪你生我的气，可是事情会弄成这样子，我真的没有想到。你会没想到？事情之所以到这个地步，完全是你造成的，你会没想到？你不必再骗别人，也不必再骗你自己了。我真的没有骗你。你也许不了解，我当初认识林薇的时候，那是仗着你的名气，你抱着游戏人间的态度去逗逗她，证实你的魅力，满足你的虚荣心。不错，我知道你可以用别的话来解释，
可以说当初你没有这种心态，你可以把它美化成是你们艺术家的一种浪漫情怀，不是我们俗人可以了解的。我承认我不了解，但我却知道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做任何事情都要负责任，对自己负责，哪怕是做错了都要负责到底。我是想负责到底，可是整个环境的影响，我现在才知道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。我从前太高估我自己，我除了会拉琴我什么都不行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老君，忘了我这个朋友。你罗振廷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个朋友我是交定。我之所以交你这个朋友，并不是因为你是艺术家你有名气，而是我觉得你还没有丧失你善良的本性。我本性善良，我一次一次做错，我不但没有帮到别人，我反而伤害别人。我自己痛苦没有关系，可是我不能让别人比我更痛苦。你确定是这样？我答应你，再做最后一次努力。不过，你不要抱太大的希望。我只能答应你，尽量劝你入殓，不要那么冲动的嫁给宋子杰。少凡，我觉得越想越是奇怪。李薇在电话里面跟我说话，口气虽然是平静，但不像她平常跟我说话我的样子哦。她从来没有过两三句话就要跟我切断电话的。我还要打电话给她。你别再打电话去了，她不想告诉你，你再打去也没用。哎，少白，你们怎么都在这儿？有事吗？是啊，没事儿。我们都跑你家来干耗来着。少爷，是我请古少爷来帮忙找您的，您不在，把我们都急死了。哎，大惊小怪的，这是。哎，去弄点宵夜来啊。嗯，陈总，不用不用，我们到你们家不需要赖这顿宵夜的。哎，那这样，我陪你们喝酒啊。哼，你不要那个轻松的样子，好像一点事儿都没有。少爷，人回来就好了嘛。你瞧。他这样轻轻松松的，害我们全大家都跑断腿了。盛提啊，你知道我们真是急死了，差点就去报警，知不知道啊？我根本没有事。怎么，少凡，你怕我自杀？你去自杀也不关我的事情啊！走走走，我们走，走了走了，走了。盛提，打搅了。那我们先走。哥哥，我们先走。对不起啊，打搅你了，大音乐家。走。顾少爷，早点睡，我们走了。顾少爷呢？对不起啊，顾少爷，对不起啊，顾少爷。少爷，我是方天打电话。
少凡，请你原谅我不能跟你说实话。这件事在石英还有这些人面前，我能说吗？我不会怪你生气，我也很感激你做朋友的这份情谊。但愿你能了解我这份苦心。发泄一下好了。婉云，婉云，小薇。小薇，你这是干什么嘛？小薇，他知道你受了很多的委屈，可是你这样，妈心里也会很难过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，妈，小薇，这样也好，眼不见心不烦。我比你呀，更了解女儿的个性。希望你这做母亲的，不要让他心里更烦就好。乖，别哭了，来，坐起来，咱们好好谈谈啊。告诉我，为什么一直拉这首曲子？记得你跟罗胜体演奏会的时候，拉的就是这首曲子，对不对？小薇，个性不要太强了。你现在虽然是报复了罗胜体，但是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。付出再大的代价，我也甘愿。
你虽然是报复了罗胜体，但是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。付出再大的代价，我也甘愿。你现在为了报复，你当然什么都认了。可是往后的生活。 你要自己一天天数着过，你能够很轻松的撕去一张日历，但是你能够很轻松的撕去你的记忆吗？能够很轻松的撕去你内心的感受吗？能够撕去一个每天跟你生活在一块，可是又不是你真正爱的男人吗？ 说的这些，都是你要付出的代价。你能够承受得了吗？就算你承受得了，这后半辈子的日子，你还过得有什么意义，有什么乐趣？妈，你不要再说了好不好？小薇，妈不是故意要让你心烦，只是妈看得比你远，看得比你透。 可以说，是妈的亲身感受。我不要你走妈受过的罪，你知道吗？妈，好了吧。 该说的也都说完了吧，小薇，你放心好，爸爸一直支持你的。我相信，你决定的事情必定有你的理由。婉言，让小薇做她自己要做的。小薇，自己好。 刚刚跟他说的话什么意思？你亲身的感受，你不要他走你走过的路，你的感受过什么？你走过什么路了？你说呀。我的感受，我走过的路，你自己心里明白。对，我是明白。当初你爸爸妈妈。 不要你嫁给那个学音乐的穷小子，你嫁给了我，你一直感到委屈是不是？是，我是觉得委屈。你委屈什么？你说呀。这些年来，吃的穿的，你哪样不满足？你要是没有嫁给我，你会出国吗？你会经历那么多场面吗？ 不管什么场合，我喜不喜欢，愿不愿意，我都必须要去参加，去应酬那些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。没有资本，没有好运，我算什么？我就像是你身边的一个手杖，一个手提包。这是每一个外交官夫人必须要付出的。我付出了这么多，我得到了些什么？如果我得到的是我丈夫重视的爱。 我也就认了，我得到的只是一个外交官夫人的名义。
在外面，照样有别的女人。你不要翻这些旧账，行不行？哦，你认为你要嫁给一个学音乐的，就一辈子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吗？我告诉你，搞艺术的更浪漫，热的也快，冷的也快，并不见得每一个学艺术的都能够出名，没有名气啊，他就穷一辈子。等出了名以后啊，围在他四周的女人会更多，到时候啊，你连个夫人的名你捞不到，你知不知道？所以我才同意小薇嫁给石阶的。不管他今天是不是故意气罗胜提，至少啊，他以后啊，不会再跟那个有妇之夫纠缠不清了。你总认为我把这桩婚姻啊当成买卖，完全没有考虑到小薇一生的幸福。我只是不像你那么感情用事而已，我完全是为了小薇的一生的幸福着想。你想想看，小薇是我的女儿，我会不爱她，不关心她吗？婉云，你真的该好好想一想。不管过去怎么样，你委屈也好，怨我也好，事情都已经过去了。现在我们都是这个年纪了，我们还贪图什么呢？还不是只希望我们的女儿有个好好的归宿吗？她往后的日子比我们长太多了，我们不会再设想，为谁设想呢？我只求你，以后千万不要影响她的决定，只求这件事情能够顺利，能够圆满，你说是不是？没有想到吧？昨儿个，他当着他爸爸面说的。只要您同意，我们就尽快办我们的婚事了。你就这么有把握？当然，我不会给他任何反悔的机会。就算他在利用我，我也要让他付出该付的代价。啊，这个就是你马上要结婚的目的。你要告诉我，你到底是恨他还是爱他？你是要娶一个太太吗？还是要娶一个冤家？嗯，我想冤家也该碰头了。爸，你不是常告诉我，在商场上，利益这两个字，常常也会把这个冤家变成亲家。那是商场，这是情场。你先告诉我，你这样做究竟得到什么利益呢？嗯，我想找回我的自尊，找回我的自信。啊，那就是表示你从来没有在情场上失败过。假如一个男人拿这一点来肯定自己，这未免太可怜。好了好了，我也不愿意扫你的兴。那么是祸是福啊，你自己决定。缠绵如春雨，我的心事被你。
自潇洒来去。